魔镜六强四晋级赛即将胜出最终四强，捉对厮杀，稍一失手就是淘汰的命运。集合卡通或漫画人物的魔术，由这三位参赛者竞争。他巧扮中华一番小当家。他化身名侦探柯南。今天呢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纵火案，主持人团哦，有设有重嫌。对，因为他全是海贼王香吉士。哎呦！而这三位抽到的题目，则是让人开心的魔术。当时经过我轻轻的一戳，一戳，哎，这个我要戳一下，我要学这个手法。有没有问你一个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啊？你结婚了吗？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真的不放过。请先把你要消失的物品对折，再对折一次，还可以拿给观众检查。大魔镜终极四强，竞争激烈，谁能胜出？今日揭晓。收看综艺大哥大，请坐，欢迎啊！好，今天的节目可好看了，哎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介绍一下美丽的几位来宾啊，是，第一位介绍。这个日趋成熟，哎呦，已经到达那种完整的女人的感觉的，哎呦，吴文萱小姐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吴文萱，成熟了，时尚女王啊！第二位呢，哎呦，好好形容了，哎呦，对，好，哇呀，这个冷掉了，这个也不算是越来越成熟，也不能这样讲，哎呀，可以说是越来越黑。越来越高，真的依然的漂亮。欢迎林又丽，哎呀，刚好成跟前面第一位的肤色呈现极大的反比。对，哎呦，其实飞哥最喜欢这种颜色的女人，这种颜色是我最喜欢的。你讲对了，真的哦。但是有的时候也要回来吃，看一下，还是要调和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呢？很面熟啊，很面熟啊！网络上面的小恶魔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对，我欢迎香盈小姐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香盈。那网络上隔三日不见，刮目相看。哎呦，过去在我们节目推啤酒的时候，哎呀，还记得吗？哎呦，那位山卓布拉克吗？山卓布拉克，那个记性真好哎！好久不见，飞哥，越来越美丽。越来越帅，到网络上面去了。又来一位是，这个是一位作家了。哎呦，他的名字是叫徐尚义，尚义了，那尚义了还来我们节目，还这样帅气啊，都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有趣啊！哇，这名字取得真好啊！哎呦，尚义，这是我新出的香水书，潘朵拉的魔幻香。哎呀，谢。多支持我的新书。这个书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？都是讲香水，教大家如何选择最适合你的香水，还有很多经典香水品牌的介绍，都在我书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。非常谢谢，好，那我们要回去了。欢迎。再来，这一位是，是唱片新人，我们欢迎蔡明佑。这是我的新专辑的《你又打烊》。好，非常谢谢蔡明佑。谢谢。太现实了。对呀。没有，我今天觉得有点那个，有点前面都是美女这样子。对啊，也是帅哥。电视是公开的，这个。对呀。那么男生喜欢看美女啊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些人谁照顾他们？对呀。对不对？你也算师奶杀手。我们女人也要有妇女的权利。对。对啊。
好不好？你歌是歌路是也是吉他，对，就是比较摇滚的这一次。然后主打歌叫《我回来了》，就是朋克摇滚曲风的歌。那你说说你是会弹吉他？对，我会弹吉他。哇！那你这个是碰到前辈在这边的？啊，前辈，前辈。他的吉他，那小薇的第一个 chord 了。哎呦，小薇的第一个 chord。如果用刷一个 chord 了，第一个 chord 是？刷一个 chord 第一个，我想一下 ，C 吗 ？C 正确。哎，有内涵哦。哎呦。厉害哦！那小薇呀，那个呀是什么？如果是 C 调，是什么什么 chord？ A minor。哎呦，人家表示真的会弹，哎，厉害哦！对啊，天上天上曲，那个曲是什么 chord？ G。哎，丢啊！哎呦，那肯定是个吉他手，哎呀，真的是吉他手，很有才华呢。考难一点，考难一点。那考难一点，那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慢条鬼哦，慢条鬼，好像听过这首歌。哪一个 chord？ 最爱你的人是我。你说不是难一点吗？嗯，最爱你的人是我。从这里到这里要弹什么？哎，从这边到这边。最爱你的人是我。哎，噔噔，就是有一个对对对对，完全这两个是弹什么？这两个弹什么 chord 吗？对，可是我可能要第一个 chord。低麦接 G 就是比较简单。哎呀，正确答案。开玩笑。哇塞！哇，飞哥实在太厉害了，飞哥太猛了，这个真的不错，真的吗？越来越崇拜你，菲律宾一个马来人，哇塞，两英雄惜英雄啊！我还要跟飞哥好好多多学习。来来来，你已经站太久了，好吧？去，蔡明佑啊，大家记住啊。接下来介绍这一位表演者，那不得了了，可是有来头的哦。这一位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。我们先请他出场，好，我们再来看我们到底要研究他的哪一个部分。欢迎音乐奇才胡大师胡生先生，欢迎。胡老师你好，啊，果然是大师啊，大师大师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位胡老师啊，是，他呢，我们把他的历史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好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徛在这边呢？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位胡大师呢，在12岁的时候，好，罗马教宗召见在梵蒂冈举行的数十万人盛会当中的受邀表演者。嗨。12岁，他13岁的时候啊，在花莲救国团啊担任数所高中的管乐，数所，好几所高中的乐，13岁就当总教练，13岁我们才国中而已，是天才嘛，不容易啊。除了这个学术方面的，哎，其实他在我们这个民间呐也不简单，也是13岁那一年就参加过五等奖歌唱比赛。哎呦。不是歌唱比赛，他是乐器比赛。乐器比赛，那时候主持人是谁？问胡老师还记得吗？哎，李瑞洲。哦，听过李瑞洲这个人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对不对？广东粥你们还没吃过。对，玩了好久了。李瑞洲不得了了啊！那个时候他就5度4冠，把一个29岁的小喇叭手都干掉。啊！他才13岁的时候。对。好厉害哦。还有哦，他算是第一位在国宴上面为邦交元首演奏的，而且呢，美有什么？比方说美国老总统老布希哦，英国首相柴希尔夫人，还有苏联元首戈巴契夫，被受邀在现场。在元首面前演唱，那你吹的是别人表演的是要国际级的歌曲，对，就他们当地的一个民谣。哇，那你都会哦，哇，厉害哦！而且还为过我们国家元首，你有表演过？讲的就要立正的，蒋中正。我们马上立正，哇塞！哎呦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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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呢，那只是过去的历史。哎，对，不用紧张哎，我看。2008年国际瞩目的这个北京奥运是你们知道吗？开幕特别邀请到我们胡大师，他是表演嘉宾。可见音乐是无国界，没错。但是只要你能拿得出真东西，这位就是胡老师，哇，厉害厉害！我们的题目是，他有那么多的丰功伟业啊，他有办很多的电影啊。
做过一些配乐。请问他还可以活多久？国宝级的，我跟他交情太好。对啊，电影的配乐呀，就是说他帮哪一部电影做过电影配乐？是国片吗？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。是国片还是西洋片还是卡通片？怎么可能是卡通片嘛？这一定该是有一点国际的电影，国际性的，对，算是国际，算是国际的电影。哎，那么国片有很多也是上国际的。那这样是要以他的年纪来猜测吗？啊，如果是以他的年纪来猜测，我就会猜像桂河大桥那种比较。那是哪里的电影？就是你如果已经，对呀，哇，对，因为刚刚说老师是13岁、16岁有就他这个题目出的好，那你像你乐器这么厉害，口哨怎么样？小时候很好，后来吹小喇叭就不行了。哎呀，嘴型改掉了。啊，这样会影响，哎呀，这样会影响，所以会影响。真的？哎呦，哎呦。可是这样不是也是吹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想上厕所了。你这样吹，我这样上厕所。这是请问一下，这个电影的主题有没有造成流行呢？非常的红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真的，现在还一样流行哦。这是铁达尼号，哎，真的造成流行轰动。吹的方向，而且也是吹的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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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造成流行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对了，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还不是？是古装片吗 ？KTV 点播率最高，现在。那就是小薇的嘛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拿一个 soprano， 哎，他讲到什么，我们就马上表演。对，来来 soprano， 那没问题，来来来来。对啊。哇！真加好。哇哇哎，这个乐器真的是这手工。我看就是说不一样哎。这个用了多久啊？多少钱？多少？200万。看起来不像哎，哇塞，200万呐！这样子的话，上亿也不过买50只哎。哇塞，刚刚你讲的是叫做什么？桂河大桥啊，桂河大桥来啊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嘿，哎呦，你一讲他就来。刚刚你说的是什么？铁达尼，铁达尼，铁达尼哟！哇，是啊，明明就是。怎么吹都行，什么旋律都难不倒的音乐大师胡笙，究竟是哪一首电影配乐的主吹者 ？KTV 的八辣经典歌，您也动动脑猜猜呗。李约克遥遥领先嘞。我的手机响，喂？哦，我在侦破案件啊。去找我的助理哦，谢谢，拜拜。而且刚刚打电话来的他的助理是谁是吧？李昌钰啊。哇，这么大牌啊！哦，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毛利小五郎。哎呦，瘦瘦的，秃头，长了胡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坐在我旁边不是吗？一个令人开心的魔术，竟然。我觉得是令人担心的魔术吧。啊，哎呀，对对对，今天让我非常失望，这个很烂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。哎呦，讲得很重嘛。谁出了如此严重的状况？马上回来。讲他就可以马上对，还有都好像摆 pose， 对啊，可是真的不是铁达尼号，真的不是吗？就是沉船要沉船那个时候，
哇，这好好听哦。好了，给你们一个方向好了。好，是国片吗？那是国片。国片。谁演的？几个字啊？以前是啊，跟现在不一样。有改过，有改过。真的？哎，片名怎么可以变来变去？这首歌唱比赛常常听到现在。现在还有，对对对，会不会很难唱这首歌？非常好唱。小薇啊，哎呦，马上来哎！水油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哇，好棒哦！我们一起猜到，我们猜到，真的一起的吗？哎，好，三个字，从这个范围，唯一三个字，变的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一起讲，不了情，哎呀，心不了情，可以改吧？可以改啊，唯一可以改的，可以变的，对啊，应该是吧？很接近，很接近了，要确定蓝与黑是同时的，哎呦，啊，四个字的，当然是四个字啊，就心不了情，心不了情啊。什么呢？心不了不了情，心蓝与黑呢？哎呦，心白牡丹，不甘愿。阿当到底猜对没有？对对。耶！他们现在还要联合阵线，同时要吃到菜。齐齐啊！大概是什么感觉？我们听听看好不好？辛苦了啊！掌声鼓励一下。精彩的表演，也不会很少，是，就是说常见，但是你只能听到很感动的表演，哎，是不多，好点，好好听，好棒哦，真的，他的乐器在他手上，他根本不是已经不用再经过他的什么眼脑、小脑，因为他血液里已经有一个灵魂了，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好像真的是整个摄影棚充满了豆芽菜，都是，所以这次。难怪我们这个啊，奥运，北京奥运呢，受邀表演者，不容易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我们这个胡笙老师给我们带来，另外除了流行乐曲以外，更能够让你的灵魂
跳跃的那种乐章，哎，一块来欣赏好不好？你好，哎呀，这简直是就是，这个 live show 要在我们节目出现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吼，我来一个，哎，因为啊，这个我们都是音乐人嘛，哎，对，但是我们才了解说，你知道这个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？哎呦，每一种乐器它是因为嘴型啊，哎对，哦，你在开始学乐器的时候，那老师就会跟你讲。哎，你适合的啊，你是小喇叭，对，哦，小喇叭不能随便吹，牙齿中间有缝或者门牙不整齐是没有。哎呦，哦，绕风了，对啊，然后再来就哎，
再来就是萨克斯风，哎，还有横笛，没错，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拥有这么多项目都变成专家。对，谢谢，谢谢贝哥，谢谢。所以我们称一声胡大师啊，是受之无愧。哎呦，真的呀，应该是国宝级的大师啊。真的，哎，非常感谢，我们掌声再度鼓励。加油！谢谢胡大师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大哥大主厨邀请到的是欧华酒店，哎呦，很有名牌的。对，这个是刘振良师傅为我们提供什么？红酒羊排。哎呀！太棒了，美味耶，顶级的食材，加上这个时间，大家真的是好，请师傅秀菜。这个时候来羊排真受不了，对，真的是受不了。如果说我要带一个女生去吃的话，大概花多少钱？哦，就是两个人哦，两个人，差不多2000块以内就有了。那我也是常常很犹豫，这四个女生你帮我选一个，选哪一个？我就真的到你们欧华酒店去，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？四个都好。就没意思了嘛，凑一桌麻将，是不是烛光晚餐只能带一个嘛？对，要不然那四个都去，真的就是啊，谁带？你又不错啊！啊啊！蔡明又去的，那应该去吃卤肉饭的，那还倒不虚张卤肉饭。帮忙选一个嘛，你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，师傅？蔡明又。谁不喜欢你？为什么找他？因为他怕得罪我们四个。不要这样，不想得罪我们四个人啦。对呀，你说我，可见他本身没办法下定主意。他一直认为他选一个就得罪其他三个。哦，这个师傅，我就考验他，他的回答让我非常的满意。哎呦，对。因为一定要宅心仁厚的人，他会考量其他的人，真的，他做的东西就会好吃了。哎，好不好？红酒羊排。那刚刚什么？你们他们几个人也很厉害，对啊，联合，对，打团体战呢。哇！来，那四个人就一人拿一只就可以了。有五个人呢？啊啊！蔡明佑，我会带他去吃的。大哥直接带我去吃就好。先从那个文轩这边开始哦。喂，根本就没有咬下来，你在做表情。不是，人家师傅酱汁是才是。对，我要先舔它的酱汁。那你舔完了给我。他的表情已经很足，用力哦。你是在啃鞋底是吧？哦，对呀，稍微大口一点嘛。对。哦，有切口了。好 Q 哦。哦。夹到可以刷嘴哦，一口接一口哎。你要知道，女人坐在男生对面，大口大口吃，你就顺其自然。他已经咬了好大一口。好，好粗犷。哦，太好吃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改变你的吃相，因为你本来吃相是粗犷的，然后吃了就变比较细致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会舍不得吃，变成要慢慢的吃啦。师傅，非常谢谢你，有机会我们到您的这个欧华酒店去找你，好吧？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大魔镜6强次晋级赛即将胜出最终四强，捉对厮杀，稍一失手就是淘汰的命运。结合卡通或漫画人物的魔术，由这三位参赛者竞争。他巧扮中华一番小当家。哎，怎么搞？
他化身名侦探柯南。今天呢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纵火案，主持人团哦，有设有重嫌，对，因为他全是海贼王香吉士。哎呦，而这三位抽到的题目则是让人开心的魔术。当时经过我轻轻的一戳，哎，一戳，哎，这个我要抽一下，我要学这个手法。小朋友，问你一个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啊，你结婚了吗？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哎呦，真的不放过哦。请先把你要消失的物品对折，再对折一次，还可以拿给观众检查。大魔镜终极四强，竞争激烈，谁能胜出？今日揭晓。收看大魔镜，哎呀，这个大魔镜呢，啊，这个第三届的这个比赛，从四月份呢一直进行到现在，经历了三个多月艰苦的比赛，在今天呢，这个即将会产生出最后的四强，哇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这六位里面要出现四位，之前呢 PK 赛中胜出的四位跟两位败部里面，我们觉得很可惜。哎，经评审同意以后的复活赛，是是是。那么这一位是胡乃忠，哦，厉害哦，魔界小神童啊，对神童，还有我们这一位黄俊杰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他们两位呢，那真的是走了什么运？突然间从败部又提升上来，哎，所以他们呢这一次呢一共是六位要进行我们今天晚上六强四晋级赛。哇！好，今天这六位呢将抽签，那成为这个三三一组，也就是三个人一组，三个人一组啊，而且必须在我们限定的题目下来进行这个三人竞赛的淘汰。那么题目呢，第一组与卡通或漫画人物结合的魔术，看这边哦。Baby 是一个，这是他们是什么造型，跟我们讲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是柯南哦，柯南是哪一位？哎呦，中间这是柯南啊，对呀，对呀，然后那个这个看起来麦当劳叔叔吗？飞哥，你一定要跟上时代，肯德基叔叔。没有，他是中华一番什么的那个厨师是吧？是是，对。然后那边那个谁，那个是什么？香辫知不知道？香辫，这个是那个海贼王的那个香吉士。哎呦，海贼！所以它这个造型的结合到底跟魔术有什么关系？大家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很厉害。那这一边呢的题目是令人开心的魔术。哦，对呀，开心哦。啊，除了我们这个很久不见的姚黛玮小姐，我们掌声欢迎一下。啊，还有我们那个像马倩小姐。哎呦，飞哥还记得我的名字？记得。哎呦，没有怀孕吧？没有。其中一段时间，对呀，好，还有李秀文名模哦，以及强辩，那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职业评审，第一位介绍 Eric 陈广生老师。
来自香港的 Eric 程广生拜师日本，横跨港台魔界两地，现在是国际魔术家协会台湾副会长。刘谦见证奇迹，台湾获得最多国际奖项的魔界大师，荣获魔界最高荣誉年度最佳手法奖，果真是台湾魔界奇迹。魔神罗宾，台湾魔界大师，拥有20年以上魔界的表演经验，以逗趣的魔术表演风格在台湾魔界享有盛名。小林浩平，第一位在奥地利和英国魔界大赛中获奖的日本人，这份荣耀也为他在魔界中带来无数的冠军，有魔界中魔术艺术家的封号。来自香港的魔界大师 Richard 毛毛振凯，2007年国际魔术大赛近距离组冠军，也是魔界中响叮当的一号人物，自创发明的透明卡 Matrix 更是技惊四座。六强四晋级赛，首先进行的是与卡通漫画人物结合的魔术，参赛者必须用魔术将人物的特色呈现出来，卡通漫画人物将各显神通，成为魔界大师。第一位，那就是欢迎我们的金咖啡先生给我们带来表演掌声。海贼王香吉士，有着卷曲眉毛、长吸烟的草帽海贼团厨师。哎呦！哦吼！哦。
哇，一开始就把。哎 ，Debbie 好像还没吃饭这个蛋。我知道，他在编那个荷包蛋的时候，我是最开心的时候。啊，真的。对。好，刘谦老师为我们先讲评。还不错啦，金咖啡是今天是我看到他有史以来最帅的一次。不错不错，表情丰富，而且这个一颗球变成四颗，这个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苦练才做得出来。这样子，高难度的。我们常常看到一颗球变四颗嘛，对啊，但单手啪一颗就变四颗，这是非常难哦，非常难。这个其实魔术师才会懂的地方，嗯，对，技术造型其实台风今天都算不错，但唯一几个我比较不喜欢就是。那个道具做的有点像小学生的劳作。哎呀，小学劳作还会修得比他圆一点，赶时间做出来的啦。对，这个有一点太混了。再来就是你家一定很乱，衣服都乱丢，桌面也太乱了一点。我个人很不欣赏魔术师道具桌上面放了一堆道具，然后一样一样拿起来表演，这个很像是大概是二三十年前乡下的魔术师才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讲得有道理。这个其实应该随着时代慢慢过去，拿完收起来，再拿另外一个收起来，这多干净。哦。然后再来就几个哈，就是你的动作太快，太快了哈。有时候我还看不清你手上的香烟还是什么东西，就已经唰就过去了。嗯。还有那个饭瓢有没有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个颜色是木头的颜色，老实讲，木头的颜色在台上呢是看不清楚的。对。那配上你华丽一个快速的动作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后来才猜是饭瓢。嗯。所以颜色的筛选也很重要。所以今天你除了道具做的像小朋友，桌子乱摆，颜色不对，其他都还很好啦。那不是已经完了吗？对啊，总有一点优点吧。对，今天有史以来最帅的一次。哦，谢谢。那个卡通片里面，饭匙是金属的还是木头的？是木头的。哦，所以你们这个他题目讲的就是要按照卡通的中原元素啦，海盗啊，我们香港来的 Richard Mu 老师跟我说，我有看的卡通明明就不是木头的，他刚跟我讲，哎呀，那你这个不得了，你这个说谎吗？我那你这个不得了了，加上一个道德评分了。我看的那一集是木头的。这个就厉害。有啦，你们是强辩的那个粉丝嘛？对，他说的真的有木头跟金属的吗？没有。那 Richard Moore， 你们这个香港版的很麻烦。不是，他们是强辩的粉丝，所以他们就是很强辩，他们都 OK 啦，只要是强辩都 OK 啦。好，然后就是我们小林浩平老师。哦，あとあの一番気になったのがマジックで何かものを出したのか。ただテーブルから取ってきただけなのかがよくわからないので、あ、有些地方呢搞不清楚，你是用魔术把它变出来，还是光明正大把它从桌子里面拿出来，它搞不清楚。对，真的有这个感觉。太明显了。加油。好可爱哦。不，刚刚可能是在音乐比较急促，哎，它那种一急促，然后就让你有一种急促感，就然后在这个音乐里面要把它通通弄完，哦，让我们感觉你是一直在真的在炒菜。哎，我加一点那个 freestyle 进去。哦，这边是强辩，这边在顶嘴。对，蛮有机会的。好，掌声给我们金咖啡鼓励一下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前几周这个败部里面在做这个复活赛，哦，来获得这个资格的是胡乃忠先生的表演，欢迎他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唯一看透真相的是一个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高于常人，他的名字是名侦探柯南。化身名侦探柯南的胡乃忠今天将秀出什么绝活惊吓全场。外形充满特色的小林浩平魔术变得好之外，全身也充满喜剧细胞。テーブルが大きいので、なんかいっぱい後ろになんかありそうな気がします。桌子很大，所以感觉上桌子后面藏了很多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人がいそう，感觉有人躲在后面的感觉。有人的。香港的魔界评审 Richard Mao 一出口也是狠。陈广松老师，我能借用你一句话吗？哎，你死定了。哎呀，
相只有一个，唯一看透真相的是一个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高于常人。他的名字是名侦探柯南。今天在正义大哥大的摄影棚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纵火案。我在侦查案件的时候，找到了两个疑证物。哇！对，我们可以看到证物 A 是烟蒂。哎，这个不是在影射什么东西？还有证物 B 是个烧焦的 CD。哦，黄品源哦，哎呦，都有关系哦，跑不掉哦。哎呦，这是真的在影射。根据我的线报指示，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团哦，有设有重险，对，因为洪都拉斯主持费用太低了，不买。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第一个证物，只不过我们都知道，要侦案的破案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放大镜。哦，对。我们先把证物 A 的烟拿出来，哎，这个好像是。DUN MILL 当 hero， 当 hero， 哎呦 ，hero， 哇，这好像是飞哥抽的烟。你死定了！我们为了不误往误中，哦，对，我们呢也要用到民俗的侦破案件的方法。我们看到我们三位主持人，飞哥、品源哥、洪都拉，洪都哥、洪都拉西，我们用到民俗的，这个是香啊，对，檀香香。我在这边点一下，我们看到这烧了，有，你都忘记，我的手机响，喂，哦，我在侦破案件啊，去找我的助理。哦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看到，只到了品源哥。哎呀，少抽一点烟嘛。品源哥，抽烟抽太多。品源哥设有重险。我们请品源哥出来一下。柯南找你了。哦，还嫁祸给飞哥哦。我不误往误中，对，我们还要看到证物 B， 哎呦，烧焦 CD， 哎呦，我们有看到上面有个缺口，对不对？有，对，你这衣领怎么会有一个 CD？ 哎呀，哇塞，哎呦，嫌犯已经确定，品源，你喜欢干这种事情？我说过我们不误往误中。我邀请到我们日本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，叫做小叮当。笑死我！我跟小叮当借了一个道具，叫做时光追溯带。像这样，我把废 CD 丢进去，与破的碎角丢下去。好，数三秒钟，一二三，他立刻就会回复到前天。哦，先这样子，我把它拿出来。哇！好。哦。我们要确定里面的 CD 的内容。请品源哥哥。品源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手不要抖，手不要抖。嫌犯，请你放进去。请自己 play。好。然后按下这 play 键。哎。跟我一起去投案了，你死定了。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他其实是个他是一柯南，有没有侦探？而且刚刚打电话来的他的助理是谁？是吧？李昌钰啊。哇，这么大
牌啊！哦，请罗宾老师为我们先讲评。啊，刚刚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哈。如果这个故事是你自己铺成的，我佩服你。那我是给你一些建议哈，就是说，当然这个故事有趣，但是说你的魔术的部分可以再给它充实一下，再多一点魔术。我想故事的成本占了70%，对，魔术30%。好，我想你如果能够颠倒过来的话，那这个表演会更完美。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哎，有道理哦，觉得少了一些什么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是我们香港的魔术大师们，这个是 Richard Moore 讲评一下。我说，吴小朋友你好。老师好。10岁能在这么多人看着你的情况之下这么镇定，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。对，这是很厉害的。对。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刚才你的大放大镜是变出来的吗？对。哦，是什么东西变大？大变放大放大镜放大镜放大变出来了。可是看胡宇就害我。可是我感觉好像是拿出来，这个要小心一下，小心一下。没有老师，我要替他讲话，要跳出来，他手太小了，放大镜太大了。哦，可以找一些小的放大镜嘛。啊，你看嘛，对，被打回票了吧？对，有小的嘛。对啊，然后在魔术的手法上，其实也有不同的手法，可以把很大的东西藏在手上了。嗯，而且那个袋，红色那个袋，你没有。前后的胶带，我觉得会感觉就是里边有两个换嘛。对，因为太紧张了。啊，忘了胶带。可是我看不出来你紧张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真的，对哦，对哦。对，很厉害。吴小朋友，我很喜欢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刘谦老师为我们讲。我的童年还没有结束，我还在看这个漫画。所以我很清楚知道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毛利小五郎，行家哎，瘦瘦的，秃头，长了胡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坐在我旁边，不是吗？好像。好，兴奋完了。其实胡乃东今天的表演呢，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很紧张。因为我每个星期都看到他嘛，对啊，所以跟他之前的这个表演比较起来，今天真的算紧张的，紧张，因为他没有把他的个人魅力给表现出来，这很可惜。他的第一，他以前有一种成熟稳重的气息，其实今天没有出来；再他天真活泼可爱的气息，今天也没有出来。他完全 focus 在他讲话的内容、台词还有魔术的程序上面，这边就可惜到了，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把整个表演的张力给表现出来。这个地方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的可惜，而且我不敢保证今天他会过关。哎呦，当然不是我要让他不过关啦，只是我不敢保证他今天会过关，因为今天跟往常比起来算是有一点失常，我觉得。好，谢谢刘谦老师。不过他不敢，刘老师不敢保证，对不对？那他也不敢保证其他老师会给你低分呢、啊，说不定你是高分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好啊，表演的不错，再度给我们胡乃中鼓励一下啊。Yeah. 接下来是王胜维先生的表演啊。中华一番小当家，坚持主食是为人们带来幸福的信念，而与黑暗料理界对抗的冒险漫画。
手打扮。适合暑假期间的这个节目内容，烹饪教室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其实他跟刚刚这个胡乃忠的比较起来，你觉得他的年纪比胡乃忠还小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有吗？那种气息，那种感觉嘛。可是他很帅耶，他那个眼神这样一下，哦，好帅。你说他是吧？对呀。哎哎，今天真的这个打扮，这个是什么角色？中华一番小当家柳昂星。真的我觉得不错吗？秀文啊，而且我好饿，你们抢啊，我觉得有点饿了，真的我开始抢饭了，我等一下回去炒给你吃。这么贴心，炒饭好。到底内容怎么样？ Eric 老师先讲评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你不能保证他是不是，我不能保证。这三位抽到的题目是让人开心的魔术，当时经过我轻轻的一戳，一戳，这个我一定要，我要学这个手法。有没有问你一个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？你结婚了吗？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哎呦，真的不放过哦。请先把你要消失的物品对折，再对折一次，可以拿给观众检查。大魔镜终极四强，竞争激烈，谁能胜出？今日揭晓。内容怎么样？ Eric 老师先讲。第一个，箱子那么大，冰一个小的高丽菜，你是怎样啊？哎呀，对哦。第二个东西，那个东西，那个叫什么锅子，这样转转转掉下来，没有练好。哦。第三，刀法不够好，小厨师小当家嘛，对不对？哎呦那个要不够利落，其实已经不错了。对呀，也不错了啦。然后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？你最后一招的时候，手背那个布拿开的时候，那个特级厨师你没有修出来给人家看。哎呀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你不能保证他是不是一定。我不能保证。好，谢谢。可是他，你的菜的大小为什么不给他看一下呢？因为昨天还好好的，然后结果昨天晚上我妈把它拿去煮饭。啊！哎呀，吃掉了。妈妈切了一半呐。墙变又出现了。墙变又出现。很符合啊。哎呦！不过他变出红萝卜的时候，那种很可爱。对。卡通呢，非常能契合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的小林浩平老师给我们讲。出してまたしまうと。テーブルが大きいので、なんかいっぱい後ろになんかありそうな気がします。他因为桌子很大，桌子很大，所以感觉上，感觉桌子后面藏了很多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。人がいそう，感觉有人躲在后面的感觉。有人呐，那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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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有没有没有没有。あとチャーハン。食べてもいいですか？他可以吃吃看那个炒饭吗？对，他想老师请教。有，这可以吃吗？ダメです。ダメね。食べれない。啊，じゃあ点数低いよ。那低分了，那低分了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
真的可以吃吗？没关系，吃啦，想要到赛就追追一起啦。游戏好吃，好吃。真的吗？原来变包子啊！哇塞！哇塞！变小笼包哎！哇，又露一手哎！哇塞！终于冻北条啊！是怪的。厉害厉害厉害！难怪是。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！哎呦，从一坨饭变小笼包！哎呦，好，罗宾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好，今天王顺伟的分那个服装的分数呢，我给他120分。120分。你看，非常用心哈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私底下我还听说，不小心听到他花了不少钱，真的，真的，整套服装，哇，好认真哦，哇，真的去做了，对，真的去做了。好，那我想来参加我们大魔镜呢，就应该这么用心，就是这个精神，掌声鼓励，哦，加分加分加分，而且他把家里1/3的厨房拿来了，不过就是说他有些手法，我觉得他尤其刚刚他变出那个胡萝卜哈，我觉得根本是大炮打小鸟嘛。你有更潇洒的方式把胡萝卜变出来，我以为他是要变出一只鸽子，之后呢把鸽子做菜。对，让我捏一把冷汗。一般魔术师要变鸽子，然后炒鸽子。对对对，捏下一身冷汗，因为魔术师一般是不吃助手的。哦，对。好，那他今天的表演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哈。哎，给他很好的。好，谢谢罗宾老师。第一阶段以卡通造型人物跟魔术结合的3位表演到这边呢，啊，到一个看展，来，请3位都到我们现场来。哎，哎呀，哎呦呦，哇！今天我们讲是6进4是吧？对对对，就6位，每一组要淘汰掉一个，真的很紧张。哎呦，3选2。啊，强辩你们有没有感觉哪一个人比较有可能说今天会离开摄影棚？啊，可是其实他们的表演都很棒，都对，而且其实他们跟那个所有他们想要表达漫画或是卡通的人物，其实都是100%完全100%一样，有连接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蛮难选，我觉得评审刚应该也是思考了很久之后，所以你们都不能当评审，评审就很清楚，已经有结果了，有结果，金咖啡先生，啊，好，请到我右边来。真的是啊，恭喜金咖啡获得晋级，掌声！哦，真的是招待我，太狠了！他的脸快变成黑咖啡了。哎，真的哎，好，好。那还没出去之前呢，其中一个人一定要离开摄影棚。对，请 Davy 我们稍微安慰一下，两个人都安慰一下，对不对？嗯。要怎么安慰？就说先安慰。有分作身心灵三部分。身体不用了，心理就好了。那既然你那么伟大，那你麻烦你面面俱到，当坏人，大家都想，好不好？压力好大。哇，太伟。淘汰的是胡乃忠同学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一路闯关，从败部复活晋级的胡乃忠，年仅10岁就得提早学会成功与失败的重重考验。在今天比赛前重感冒的他，不但不放弃，还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。直到走进休息室，褪下坚强的外表，胡乃忠再也忍不住心中激荡已久的情绪。就那么神奇，真的。生病的吃了一个礼拜药，我觉得他的头脑不好，我觉得他比较那个状况不是那么理想。我谢谢评审老师还有他们已经给我这次机会，还谢谢爸爸妈妈陪我一起练习。此时评审也到后台为胡乃忠加油打气，期待胡乃忠成为台湾魔界的明日之星。竞争呢，就是残酷的。嗯，这个在竞争的舞台上面是没有什么礼让这两个字。真的啊，恭喜我们2位晋级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欢迎第2组的表演。令人开心的魔术，魔术配合开心的意境，或以各种魔术表演方式
将开心的魔术呈现出来，魔术中有开心，开心中有魔术。第一位表演者，久病成良医，精神科医生的一位，参赛者蔡之栋先生的表演。好，接下来的魔术呢，我需要选一位现场的观众来帮我的忙。而这位观众呢，可以获得我独自赠送他的一个礼物。哇！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要上来的？好，自动自动来。在第二排有一个小妹妹，好，马尾的小妹妹，绑马尾，小妹妹，绑马尾。大家给小妹妹一个掌声鼓励。哇！好厉害厉害哦，那么小都不放过，手不会绑。小妹妹，好，来这边。小妹妹，礼物是你的了。没有关系，我先站在暂时先把它放在旁边。我先访问你一下，你不要紧张哦。妹妹，你几岁？跟大家说，九岁啊。九岁。你小妹妹，问你一个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啊。你结婚了吗？还没。我还没有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哎呦，真的不放过哦。怎么？我妈妈有来哦。哦，妈妈不好意思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晚上呢有空的时候要多念点书。没有意思。啊，凹得不错，凹得好。小朋友很可爱，来，小朋友你坐到位置上来，坐到位置上。这样，小朋友你上来啊，在开始之前我要先问一件事情哦，你知道啊，魔术师啊，如果把鞋子拿起来，再摇一摇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没有错，是这样的。每次我口渴的时候啊，我就把鞋子拿起来摇一摇，因为里面呢就会像投影机一样掉出一瓶饮料。好，这有一杯饮料，这个饮料呢，小朋友送给你。哎，不卫生的，这样要喝不喝啊？还没开还好啦。小朋友，你回去会喝这个饮料吗？不会。我也不会。诚实是最好的美德。好，这个放旁边就好。是这样的，小朋友，因为刚才这个鞋子的关系啊，我也注意到你的鞋子其实非常的漂亮，你鞋子可不可以借我一只？哎呦，哎，哦，好大方，哦，好大方，大方。好，这个紫鱼对吧？紫鱼的鞋子哦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粉红色系，可是呢，有个缺点，就它有点太脏了。啊，我紫鱼，你今天运气非常好，因为我这边正好带来了一台，这是2008年全新最新的奈米科技的洗鞋机哦，如果你把鞋子放进去30秒之后，你的鞋子呢会变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干净。我教你怎么操作哈，跟各位解释一下。首先呢，你把鞋子放进去，然后呢，嗯，还需要两样东西。嗯，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清洁剂。哦，这清洁剂长得有点像汽油，不过其实不是，不过因为它不是汽油，所以我们可以加很多。哦，会不会太多了？会不会太多了？这是第一个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第二样东西，我们需要一个杀菌剂。这杀菌剂长得比较特别，它有点像火柴。不过因为呢，它既然不是火柴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次点很多支，而且放进去。比如说我们一次点5支，好，点进去。哎呦，可以看到哎。各位不要担心，这是杀菌的正常过程。紫鱼小妹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今天吃过晚餐了吗？怎么这样啦？有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有吃过了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可以当点心。啊！哇，那个用鞋子烧出来，好可怕，有一点味道。小妹妹，你现在一定有点担心说啊，里面的鞋子是不是已经烧坏了？可是你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呢，这盖子只要一盖上，火就完全会自己熄灭，就这样子。哎呦！好，对不起，它只是慢了一点而已。美味，还蛮令人开心的，蛮令人担心的。对，鞋子越烧越好。可是里面的火太大了，里面的火太大了。好，没事了。我想呢，小妹妹不用担心，你的鞋子一定是完全没事情的。会吗？哇！小妹妹，你的鞋子呢，在里面完全的没有任何的。哎呦！
天，没有任何的完整的地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变成了一个今年也是蛮流行的全黑色系的鞋。啊，小朋友，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哎。谁都不会开心吧？谁会开心啊？谁会开心啊？牙齿在咬了这样。哎呦，那鞋子他花多少时间去选的？哎呀，哇，他没有哭，算很坚强了。小朋友，没关系。小朋友，你觉得这两鞋怎么样？不喜欢？开心哎。这个没关系，要开心一点啊！我变另外一个魔术给你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这里呢，来这个香肠我们先放地上。有点吃啊。再买又有了。来，先帮我拿着这个丝巾的两条脚。等一下呢，我要把这个鞋子呢，就是你的鞋子呢，放到中间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再把它抓起来。来，你现在呢，手呢往上稍微抬一点，往上稍微拉住。好，仔细看，你的球鞋现在在里面，轻轻的吹口气。一二三，小朋友非常厉害，球鞋就哇。好，小朋友。谢谢你上来帮忙我这个魔术，把这丝巾就给你。他怎么走回去的？妈妈在哪边？对啊，鞋子嘞？好，那那边是好，可以回去找妈妈了。哎，香香肠要沾那个果汁。好，等一下小朋友，其实这样子的，你记得我刚才开始给了你一样礼物吗？放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补偿他一下。这个礼物，我们把它放回来这边。哦，弥补一下，弥补一下。打开。对，巧克力。这是我弥补你的礼物。这是你失而复得的。哇！真的啊！哎呦，来，请穿上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他会合吗？如获至宝，真的是他的鞋子，应该是哦。哎，好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你是小妈妈。哇！哎。这个是开心的，开心的魔术哦！哎呦，人家喜三温暖的魔术哦！对对，开心的魔术哥，他的对象是让这个小朋友失而复得的开心。对对，哎，先让他的心情掉到谷底，对对，然后再给他惊喜。这个就不知道评审老师怎么看哦。哦，对啊，是以魔术呢，还是以开心呢？这个其实蛮难的。对啊，刘谦老师为我们讲评。自动这个表演，说真的，我觉得是令人担心的魔术吧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讲得好啊！哇，对，我们从头到尾，包括小朋友从头到尾，应该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哎，好，最后虽然有稍微松一口气，但是从头到尾其实我没有办法跟开心连接在一起了。啊，他只是担心与失而复得松一口气的魔术。我希望如果是开心这个主题的话，应该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。嗯，那 Eric 老师看法怎么样？太自动了。对对对，你今天让我非常失望。一直表现稳定出色的蔡之栋，今天却让评审们频频失望。他能过关晋级四强之列吗？魔术可以让人……真的，凭良心讲，没有看过这样道德沦丧的。这完全是收买人，收买人心的魔术吧。叫拍马屁，懂吗？那 Eric 老师看法？太自动了。对对对，你今天让我非常失望。你觉得你这个魔术你开心吗？还好吧。你自己都不开心，人家怎么开心？整个摄影棚都是担心，尤其你那个火灭不了的时候，我以为消防队要来了。之前你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，什么什么医生啊，什么吞刀片啊，割那个什么有的没有的，对哦对哦，那个很有信服力。可是你今天呢，什么赖米洗衣机啊，什么，哦，我就搞不懂了，就是。整个剧情那个铺陈真的很烂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。哎呦，讲很重嘛，可以讲烂。今天的，我的天哪，又混又烂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哎呦，这气到连失望跟希望都分不清。哇，说不定我们日本大师又有不同的说法。对对对，好，小林老师给我们来讲。
火请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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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です。哎呦，真的老师也是这样感觉。そう、あと、床に物を置くのは良くない。尽量东西不要放地上，他觉得这样不好。啊，那食べ物もったいないじゃんそれ。把食物放地上太浪费了。我放的食べれるよ。小心老师肚子饿了。你还可以吃的说，还要吃，你还要吃，不要。あと最後出てくるプレゼントの箱を。下に置くと出てくるのがあのはい是什么？那个最后要出现鞋子跟盒子，如果把它放地上的话，它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就会没那么好，应该让它放在更明显的地方。啊，嗨嗨啊！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那么这么几位老师，他们这个都是常常看到。平常都是深获好评的，对。那今天可能被题目限制住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整个魔术的那个张力，或者那演戏的部分没有出来啦，应该是这个关系。啊，我本身就比较不擅长这一方面的魔术。如果今天的主题是那种不开心的魔术，我跟他会拿冠军。对，精神科医师每天面对的，没错，怎么会开心嘛？对，他说要让自己不开心，那太容易了。每天过的生活都很不开心，对。那不一定，他今天就是淘汰的人。对对，还有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下一位是由陈又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表演。哇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想呢，常看大魔镜的观众朋友啊，常常都会想一个问题：这个魔术到底怎么变的？我想现场每一个观众也有这种的疑问，我也常被人家遇到人家问这个问题。譬如说啊，像这边有一个保特瓶罐子，丢进去之后，它就消失了。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疑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啊。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有戴那种大的披肩的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举手我看一下有没有？有一个小姐好像有戴，你该不会真的是有那种大的披肩吧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哦，你是围巾啊？围巾大的披肩哦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披肩买多少钱？500块。500块。我这边有一张收据，跟你换披肩好不好？那现金先掏出来。你跟我换吗？可能这样太没诚意了。哎呦，这么大！1000块跟你换好不好 ？OK。哎呦，他可以买2条了呢。哎呦哎呦，马上就换了，你看看。好开心。要不要一件事？记得还我500块，好吗？还要找找，可不可以出2000就买换他身上的2件衣服？对，继续往下。2件，厉害厉害。我刚刚说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，因为其实这攸关我的生命危险。怎么说呢？前阵子啊，就为了准备大魔镜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忽然拿到一卷教学的 CD， 然后是传了很久的，而且都不能随便外流的一个东西。可是今天为了大魔镜，我决定豁出去了。我要把这卷 CD 公开来，就算呢我被魔术界开除也没关系。麻烦音控大哥帮我播这卷 CD 好吗？魔术师，欢迎收听《大魔镜之魔法》。本课程中将带你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伟大的魔术师。第一课，物体消失。请先准备一个包包，接着随手找出一个你想要消失的东西。但这个东西别太硬，别太软，颜色要鲜艳，观众才会看得清楚。好了吗？步骤一，请先把你要消失的物品对折。步骤二，再对折一次。步骤三，
藏在你的左手，尽量用手掌遮好这个物品，把手放在一个自然的位置，切记手势不要僵硬，让观众觉得你的手里是空的，这叫做藏住物品的自然左手，一定要保持自然，观众才不会怀疑。前面说的都是准备动作啊，现在正式开始，先将你刚刚对折的物品打开，正面反面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还可以拿给观众检查。接着把这物品放到包包里面，小姐将它包起来，你的双手使劲把它捏成一团。哎呦，哎，我要压500块，再把它压扁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如果因为挤压，它有露出来的部分，记得将它塞回去。这时候重点来了，还记得前面说的藏住物品的左手，你要让观众认为你把物品放进去，其实并没有，并且要把你藏住物品的手放在一个自然的位置，让观众不会认为你的手上有拿东西。接着用你的左手对着这个包包做一个施法的动作，最后很帅气的将包包打开，东西就会消失了。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个魔术的秘密。谢谢。这个人可能死定了，但是很好笑啊，很好笑。这个南大老师对不对？很开心啊，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刚刚那个精神科医生复活了。其实前半段评论都非常开心，很好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请罗宾老师为我们讲评一下。好，岳婷老师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他对香蕉温柔一点？好，我想呢，表演让观众惊讶的魔术简单，表演让观众开心的魔术很难。哎呀，啊，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魔术虽然是改编美国的一个经典的魔术，变成中文化哈，那其实整个台词编排的也算不错哦。那其实，但是严格来讲，这是超高难度的魔术。哦，这个是因为你的演技要非常的洗练，那整个感觉，不过你的眼神、你的表情啊，要表现的恰如其分。嗯哼，这个比默剧啊难上十倍啊。像今天挑选这个题目非常勇敢啊。哦，对，演技占了80%以上啊。对对对对。那我想比较可惜就是说最后那个香蕉，我最喜欢的香蕉掉下来，如果不掉下来，那图不是啊，我没看到。哎，其实可以不掉的，对，可以不掉，如果不掉这个魔术才是完整的。哦，其实严格上讲，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最后那一秒钟功败垂成，本来是 OK 哦，嗯，很开心哦，对，然后就，哎，一个惊讶，那刚刚那香蕉到哪里去了？对，哎，对，好，接下来是 Richard Mann 老师给我们讲的。刚刚，没有到最后，我一直在笑，对，笑得很开心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可是也有一点伤心，就是你的整套魔术的流程，刚才罗宾老师也说了。就是改编自 David Copperfield 很久以前的一个演出啊，你是不是直接抄啊？
就是有修，我是配合我自己的个性的台词去做的，因为这 CD 是就是我自己去录制，这都是我的声音，然后还有加上一些音效，就是配合说我的动作的声音这样子。哦，直接顶嘴啊！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！哎呀，哎呦，糟糕！评审老师们觉得陈又廷这个表演有抄袭拷贝的嫌疑，陈又廷的命运究竟会如何？马上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是 Richard Mann 老师给我们讲的整套魔术的流程。刚才罗宾老师也说了，就是改编自 David Copperfield 很久以前的一个演出。你是不是直接抄啊？就是有修，我是配合我自己的个性的台词去做的，因为这 CD 是就是我自己去录制，这都是我的声音，然后还有加上一些音效，就是配合说我的动作的声音这样子。直接顶嘴啊！没有，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帮忙我，是说没关系。你整个流程的就是步骤 step 是一模一样哎，这样子真的不，因为你只是思考怎么去整个过程，只是改人家一点点，只是改了音响效果，可是在整个魔术的过程你没有加入你自己的创意，可是你的 open 我很喜欢那个，这很直接，大家都会醒一醒，对吗？好，然后呢我觉得最惨的就是也是那根香蕉。对，那 David Copperfield 说有像香蕉的肉整趴掉下来，有没有？他不会像最后那样哦。对，最后是这个没有把这个魔术完成。陈广顺老师，我能借用你一句话吗？哎，你死定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哇，这句话很严重哎！哎呦，对啊，刘谦老师，我们讲评。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照抄国外魔术师的表演是在比赛里面出现，应该 O 不 OK 的事情。我本来觉得 OK， 因为再怎么说，我们不是正式的魔术比赛，大家看的人也都不知道国外在干什么嘛，所以你把它拿来表演又如何呢？因为大家也不知道。哎呦，扳回一城啊！掌声鼓励一下！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刘老师，这个很加分加分，勇气。我本来是这样觉得的啊，本来呀，但是刚才我跟旁边的小林浩平聊了一下，他觉得，因为之前我们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跟漫画结合的这三位参赛者，他们非常用心的去想自己的表演内容，完全是自己独创的表演出来。他跟这些人比起来，他就显得有点太不公平、太偷懒了。如果这样大家都去抄好了，何必谁还去设计自己的表演呢？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的确他也未免太轻松、太偷懒了一点。那前面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完美，前半段了。前半段后真的很好笑。好，谢谢刘谦老师。接下来是黄俊杰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表演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黄俊杰，我今天要带来的是一些比较开心的魔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请一下飞哥、平原哥以及洪都拉斯哥，麻烦你们心中想个愿望，不要让我知道，可以吗？想好了吗？好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就拿出我的这张纸，你们知道这张是什么纸吗？卫生纸。不是，它叫做许愿纸。哦。它点燃以后，它会变成一条许愿巾。许愿巾。我将透过这个丝巾，好，这条丝巾，来想想看你们会想要需要什么东西。好，感应一下，我知道你们要什么，你们要的是健达出奇蛋，三个愿望给你满足。健达出奇蛋，来吧，尽情的享用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三个要一颗蛋啊。对。说对，很多人都会好奇说魔术师的魔术道具是非常的昂贵，我今天要在这里为大家做个解说，好不好？魔术师的丝巾 OK 吗？丝巾一条190，魔术棒一根哇1100，哎呦，彩色书，好，这个彩色书一定要慎重介绍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魔术道具哦。对，原本是彩色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得到吗？彩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抓点魔术粉，魔术粉看得到吗？魔术粉是看不到了，先撒一下，弹个手指头，它将会变白色。哎呦，非常的神奇吧？很神奇，它的价格是300块一本。对，好，加上啊，我这边还有一条绳子，哦，白色的绳子是软的，可以吗？嗯。当时经过我轻轻的一戳，哎，一戳。
这个我要。要搓一下。我要学这个手法。白色的绳子是软的，可以吗？嗯，当时经过我轻轻的一搓，一搓，这个我要，好，要搓一下，我要学这个手法。好，硬到某种程度的时候，弹个手指头，它又会变软。要学这个软硬接口的绳子呢，价格只要多少呢？多少？300元。哎呦，总价是硬啊，1890元。可是这时候大家会疑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我冰的老师店里。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看到没有，我们罗宾的老师的笑容是多么的灿烂，开心。当然的，我在那边也花了不少的钱。伤心。好，大家有看到我这边的一个箱子吗？有啊，一桶是对，它是蓝色的。哎呦，好看一下，蓝色的。哦，空的，空的，空的。嗯，没有错吧？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桶子。是啊。把黄色的桶子拿出来给大家检查一下。黄色的桶子。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空的。好，这个箱子其实它有一个名称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它叫心想事成桶。心想事成桶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。刘谦老师，麻烦你心中想一个令你最有办法令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不要告诉我，想好了吗？这么快？我已经感应到你贪婪的眼神了。各位，连胡须啊，注意了，接下来就是。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如法炮制。我们来感应一下刘谦老师，感应需要是一本男人必学的魔术，一本。哎呦，好，光是这点可能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老师出了新书，他必然想要大卖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个人就贡献了12本。拍马屁的一招，老师很开心的，我们开心不起来。不是，好东西大家要和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来，各位来宾，一人拿一本吧。开心，连我们都被捧到了，开心。来，太棒了！老师，还有啊，这可是一个好书啊！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看过人，那就不枉为人了。对啊，哎呀，男人必学的魔术。对，可以帮我变一下我们强变这个 Open 奖的专辑，拜托。OK 的啊，好 ，OK， 剩下这个桶子，剩下最后一个愿望了，我决定用在我们的 Eric 老师的身上。哇，一个一个来哦，我这边有一个。Eric 老师专用的开心盒，你们知道里面放满了什么东西吗？什么？完全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好讲。绝对不是。OK， 里面放满了两个蜡烛。哎呦！你们知道蜡烛意味着什么吗？生日吗？不是，大家都猜错了。虐待吗？其实大家都不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。经过，再过几个小时以后，将会是我们魔界巨人的。生日真的吗？蜡烛数字写多少？我们大家为他唱一下生日快乐歌好吗？真的吗？老师吹个蜡烛。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。我是今天的魔术师黄俊杰，谢谢。真的是陈广胜老师的生日。真的是啊，哇，那这个太厉害。但是我是真的凭良心讲，没有看过这样道德沦丧的。直接讲，你赢定了，还没说你死定了。
哦，真的，哎，太容易收买了，从头到尾很难找到破绽。对啊，老师就已经开始开心了。对，好开心。这个东西，这个还能有人评审吗？哎呦，这对啊，这要怎么评？这主题应该不是让人开心的这个魔术吧？这完全是收买人心，收买人心的魔术吧？对不对？这个题目对，如果说应该讲收买人心，哎，看谁比较狗腿，看怎么买来买，对，每个都有买到哎，哇！但可怕是蛋糕上竟然放的是28岁，对，我也看到了，怎么竟然28岁？没有那个，我要解释一下，这叫拍马屁，懂吗？哎，我们。刚刚有没有讲到刘谦老师？哦，有书啊，罗宾老师也有啊。这样不行，这样我要跳，我要从那个 Richard 老师这边。啊，对，他不开心。你他对不对？他把你当成什么呢？唯一没有被巴结到的。好，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我跟小林浩平都很不高兴，很不高兴哦。他有他的 Legend Looks Mine 的，哦，我也有我的 DVD， 你没有买，对，有啊，这就叫功课没做好，功课没做，就是开心完了，现在讲一下，其实我觉得呢。这整个铺排其实我蛮喜欢，对，因为现场每个人他们真的又笑啊，就是大家都能拿到礼物，因为我自己去演出我也很喜欢送礼物，这是真的，因为观众一会记得你，二他会很高兴，真的开心，对，因为我看见现场的反应，我就觉得其实你控制得蛮不错，蛮不错，对，哦，说到那个绳子真的插一插大家都很高兴。因为这个要其实说一些很简单的理论呢，就是来自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浩和 Sanif， 他是一个香港的魔术师，他说了，在表演的过程有三大主题是特别吸引人家的，第一，人身安全，这是一个个人的安全，哇，好危险，陷入于危险，对，第二，金钱。对，永远跟钱挂钩，大家都会喂，哦，好。第三就是 sex， 跟性爱有一点关系的，可是也不要太露出来，真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。可是我觉得你做不错，不错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啊，刘谦老师为我们讲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我的形象是你买我几本书就给你高分的吗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没错。哎，没有，我告诉你会。这太恶心了，我太恶心了。我已经开始喜欢你了。让人开心，其实他采用的是最直接的方法，最直接，对，最直接的方法。那只不过他今天只让了三个人开心而已。刚刚小林浩平告诉我说，如果你把身上的外套送他，你也可以拿到高分。哎呦，外套，哦，我。哎，你看完了，他舍不得嘛？完了，我里面没有穿，脱掉会露点的。哦，我比较担心的是，你今天只能拿到3/5的分数而已，不过够了，够了，哎呦，你应该是已经定了。Eric，谢老师，还是讲一下，好讲。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哦，谢谢老师。其实你整个铺陈我真的很喜欢了，真的不错。这个题目要出得好，让人开心的魔术。前面那两位要检讨一下了。而且他好，他今天老师台风特别奇怪的是，他突然把老师都当小朋友处理。对，哎呦，这小子胆子还真大。今天完全有自信呐。哎，请刚刚前面的三位表演者通通到这边来啊。今天我们这三位呢，其实都很尽力，对不对？要。前面那一组是以卡通人物，那这一组其实平常讲摸不到的题目。本来魔术基本上任何一个人变魔术，观众看的都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时候就看他们的反应。对。也其实也可以说，就是说高帽子，对不对？高帽子。对吧？你其实观众朋友也是喜欢戴高帽子啊。刚刚比方说我们的那个最后一位的黄俊杰，哎，其实他也是描绘出了我们社会的现象，哎呦，觉得很熟悉的，对对对，真的嘿，对，他一熟悉就发现哦，原来魔术界也是这样，所以说观众朋友也开心的，他会觉得哎，我其实我并不龌龊，都 OK 啊，对。
这个制作人，你觉得我讲的还好吗？第一位获得晋级的，没想到就是马屁大王黄俊杰先生，来，请到我右边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掌握住了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暗喻，非常不错。这两位啊，两位都受到我们评审老师非常严厉的批判。哎，对，而且两个人获得的这个奖评呢，都是说来这边混得很凶。哎，两个人有一个人必须要离开我们的现场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。念到名字的人就要离开我们现场。淘汰的是蔡之洞先生。我们也给蔡之洞先生鼓励好不好？这连续几周来的有很多精彩的绝活。大魔镜的残酷无情让蔡之洞在六强四的晋级赛中惨遭淘汰，一直表现稳定出色的蔡之洞一路闯关进入四强之列，而今天的表现却不如以往精彩，让评审们频频失望。身为精神科医师的他会怎么去面对今天的表现呢？这题目呢是坐落在那个比较不会的题目了，感觉上还有很多比较擅长项目没办法发挥出来，然后做到很多朋友比较少联系，尤其是以前学魔术的一群朋友啊，要借这个机会大家联系起来的。整体而言我觉得学习还蛮多东西的，而且还建立了很多友情啊等等的，那其实整个而言我就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的经验啊。恭喜他们二位同时获得晋级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呢本周已经产生了四强了哦，接下来我们要拭目以待，他们四个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绝活，以向观众朋友呢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评审，谢谢我们的来宾，今天辛苦了，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欣赏我们的大魔镜。